近日有媒体拍到陈子涵夫妇同框的照片，照片中陈子涵腹部微凸，疑似怀孕。有媒体就此事向双方工作人员求证，对方表示还没有。据悉，戴向宇和陈子涵因为一同拍摄电视剧而产生情愫，后来两人进入一家经纪公司共用一个经纪人。起初的两人一直是保持好朋友关系，直到2015年两人才从朋友发展为恋人关系。戴向宇和陈子涵公布恋情的时候已经低调恋爱一年了，那个时候圈内好友以及粉丝都送上了祝福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